金，等一下，不对，应该是好，然后大家好，我是蓝猫。YT 好难哦，哎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蓝猫，走，好尬。OK， 好。再一次机会，好，就这样子，我们开场也不要了，就直接进那个严酷网三十单啊，没有严酷网三十单，能不能拿到你的订阅？我也懒得讲我自己是谁了，你想知道我自己是谁，自己去下面看。我们来开始，今天的重点呢，就是在这个昌红的回响。6月24号的时候开，然后有这个新的活动、新的建造跟新的造型。好，那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我全都要。氪金会获得，氪金会快乐。我准备了10442的红宝石，钻石，红钻石，红尖尖。OK，Anyway， 反正你要什么叫什么叫。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把建造里面所有能够拿到的船都给拿到。好，然后以及时装里面所有能够买的造型都买到。好尬，怎么可以这么尬。算，好，哪次不好，没有什么不好的，今天就是把所有能造的都给造一造，所有能买的都给买一买就对了啦。新的活动全部毕业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个建造关键哦。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身上没有 PU？ 加贺身上没有 PU， 加贺已经放弃做航母了，要超越航母，只有不做航母。这个加贺呢，只有 0.5%。OK 哦，那我们今天先从造型开始买起好了，还是先把造型给买一买？吸血鬼。1080，买了吧？有不买的理由吗？没有吧？我碧蓝航线玩到现在，我就两大目标，我没有要把船练到非常好，但是每一艘船只要他好感跟我100，那他就是我老婆，我戒指就是给他戴上去，然后每一个造型也从来没有错过，我碧蓝航线就是告诉大家，氪金会获得，氪金会快乐，这里就是我的后宫，你们看到今天的目标很简单，加贺虽然能够换的，但是今天就是没有照到加贺不关台，0.5%，那颗奇峰天成加贺竹柄，这五艘一只都别想跑，不开玩笑，一艘都不能少。一个婆都不能跑。OK， 我也跟各位讲一下，我现在收藏率是96.8%。我缺的船呢，有这五艘，然后跟两艘改造，双龙的改造，跟活动的那个 PT 的那一只，还有签到船，就这几艘，跟12之4的鸟海，全部拿满的话，我是100%。讲到这个，今天有双龙的改造，我来改。可以哦，飞龙改造，一定要拿到哦！苍龙改这个好漂亮哦，哇，这个好漂亮哦！我在看哪边？我在看你的衣服啦，那个衣服啦，长到不行的腿，不是长到不行的那个甲板。好，来，我现在有161颗魔方，扣掉待会要买时装的造型，我应该还有4000钻，我应该有4000的红尖尖，161魔方连100兆都不够吧，但是没有关系，魔方这个东西待会再买，而且我还有那个商店优惠礼包、这个都买一买，189，来了，该一个贼了，Max， 我们第一次先一个一个看。奇峰一，没事啊，不难。今天最难的肯定是那个加贺。
はじめまして。はじめまして。Hey、指揮官。私は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加贺才是最难。怎么第一批只有一个 R？ Hey、指揮官。はよ。啊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了！十个，十个来了，十个，十个来了，直接批量完成，加贺，我拜托你了。私はネバダ級生、ランダン級、石罗、约克、伊利、天成。哦，天成真的又好看又强。前来拜见主上，他就是我的仆人了。没有老婆，老婆。天成这一次是真的要拿，那颗这样是三烧，不二不二，不二不二。你照不到，就是因为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你没有先，你没有像我一样在照之前大喊，氪金会获得，氪金会快乐。你要像我一样。心中自带氪金会获得氪金会快乐的书，这样你就会获得，这样你就会快乐。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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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。主柄，我这样是不是负一了？加贺，加贺，加贺，我这样毕业了是不是？我这样几兆？我看一下啊，我刚刚这样子，胡德圣地牙哥，我刚刚这样子是四十兆，四十兆呢？一般人的毕业，但在我这边呢还没有毕业，我还要继续。没有加贺怎么能观台？刚刚那个 flag 都上了，铁齿 U 八一，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铁齿，厌战。还不是天成欸，他直接歪到其他池欸。欸，怎么可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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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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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红尖签正在迅速的缩减中，没有 0.5% 代表平均大概200兆会照到，然后我比较 O 大概100兆会照到，现在全部照完了会有90兆，所以快了快了，第一百抽，第一百抽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是时候了吧？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ウォースパイト。哎，厌战的几率应该跟加贺差不多哎。はじめまして。这么歪的吗？完蛋！不用观台了是不是？没有什么不用观台，不要乱讲话。我知道问题点，我知道问题点，我知道问题点了。还记得那个时候贝利梅怎么抽到的吗？按下这个按键，脱飞入欧键，这按钮按下去脱飞入欧。按钮按下去，脱飞入欧，脱飞入欧按键。哎喂，明石，明石 ，Hello，Hello， 明石，嗯，明石，差点就被你蒙混过关，嗯，明石。没事，你干嘛？完蛋，重开看看。名词实况坑钱呢，过分了吧？不对耶，不对耶，名词，名词，抓赛了。名词为了不想让我关台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我剩下的红尖尖只够在。再造一次了，
再实照看看，来喽！搞笑！我是不是照错词啊？这实照强烈的让我怀疑我照错词呢。好了，我再重看一次，怎么办？氪金没获得哎。哦，好吧，那也只能先这样子了。没想到最后的大结局居然这样。好，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我晚点再看看我的红尖尖到底会不会出现啊。假如不出现的话，我也没办法干。没想到最后压倒懒猫的最后一根稻草居然是购买不了，但我现在他妈连造型都不能买耶，错赛他。请各位记住一件事情，叫做氪金会快乐，氪金会获得啊，前提是建立在氪金要成功。今日标语：氪金得先成功，没成功还氪不了，还获得不了，还快乐不了。出一只，抽到老婆你会快乐。出一只，保一只，出一只，保一只，出一只，保一只。他输得快还是我钱赚得快？出一只，保一只，出一只，保一只。